马来西亚槟城，又名东方之珠的亚洲著名岛聚。这一座城市四季如夏，气候宜人，因为处于地震带之外，而没有地震、海啸等自然灾害。优良的空气品质更加令到槟城成为区域内最适合居住的城市。这一座新旧融合的岛聚，既有繁华的港口，亦都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咸头，更加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工业基地，同时亦都是领先马来西亚的医疗旅游中心。槟城人口大约200万，来来往往的游客人口大约100万，总共300万人口，其中60%是华人。无论是经济、文化、语言，甚至乎美食，都非常丰富多元。在常年获奖的各项排名中，可以看到槟城的独特魅力。而一座梦想之城即将在这里诞生。梦想之城坐落在槟岛的东北方，拥有无敌海景的豪华区域新关仔角 Gurney Drive。这里是邻近很多热门景点的成熟发展地段，而更重要的是，这里亦即将成为槟城各大重要建设的关键枢纽。例如耗资63亿马币的两岸三通，建设一条海底隧道和3条高速公路，总价值460亿马币的槟城交通大蓝图，7条轻快铁以及有轨电车，当然还有耗资数亿扩建中的槟城国际机场。如此潜力无穷的卓越地段，将打造一座前所未有的梦想建筑，如钻石般的华丽设计，散发出闪亮和豪华的光泽效果，5星级酒店般的至尊生活。精心策划的梦想之城已获得多项奖项的肯定，亦都立下高楼发展的典范以及更高标杆。梦想之城拥有60种世界顶级设施和服务，豪华气派的大堂，融合水景的多功能大厅，增添优雅气氛的名牌家具以及艺术雕塑。我们提供你无边际泳池、小高尔夫球场、空中花园、开心农场、美发和美容沙龙、戏剧影厅、保龄球场、卡拉 OK、 空中走廊、雪茄吧、面部扫描智能门锁、用梦想之城 App 操作的电动洗车服务，不再需要我们亲力亲为，悭时又悭力。智能信箱可以透过梦想之城 App 通知你收取文件或信件。除此之外，当有信件的时候会着起红灯，如果没有信件的时候就会着起绿灯。当你工作了成日不想做家务的时候，你可以用梦想之城 App 来联络家政服务、衣物烫洗服务等等。其中我们亦都提供非凡共享游艇出租服务，以及共享劳斯莱斯的接送服务。如此不可思议的顶级优质设施，让你拥有最高品质的城市生活。我们亦都融入现代不可或缺的生态友好功能，譬如设施管理程序、 Time 高签网络、上门收取垃圾服务。我们将垃圾分为可环保和不可环保。除此之外，累积的厨余我们将会用专业厨余机将它变成有机堆肥，这样不单止可以有效减少厨余体积，过程亦完全不会损害生态环境，无色无味。
这些堆肥之后将会用在公寓里面所有的草地以及树木的种植。公共区域内譬如大厅设施楼层需要大量的电量，因此太阳能发电系统可以为我们悭了不少的电量。由于我们种植很多花草树木以及拥有小型的农场，所以我们可以用雨水收集循环系统所累积的雨水来淋啲花草树木。如此顶级的项目背后必有一个卓越的开发商。Uwin Zanif Sundaram Berhad。Uwin Zanif Sundaram Berhad 拥有并管理槟城数个最重要的地标，例如城中最热的商业地点 Maritime Auto Mall，甚至乎是槟城最重要以及最古老的世卫古迹康华丽堡。有目共睹的卓越纪录以及成绩，让我们成功于国内外获得无数的奖项。梦想之城分为 AB 两栋，各38层楼高，5种房型，永久产权，总共572个单位。房型分别是124平方米旁边单位的 A 房型，106平方米的 B 房型，102平方米的 B1 房型，110平方米的 C 房型。所有房型都以风水尺寸设计，任何注册购买者将有机会在幸运抽奖中赢取一部法拉利豪华跑车。你可以带你的仔女到槟城的多间国际学校就读。英国殖民的背景让马来西亚任何级别的文凭均被欧、美、澳所承认，学费亦仅于中国的三分之一，而且学生都是来自世界各国，让小朋友可以在更多元的国际化环境中学习，提早增加他们的世界观。以下是可以提供你贷款的各大知名银行，让你享受最低廉的贷款成本，拥有最高品质的梦想生活。让我们一起打造梦想之城，创造顶级生活。 Building Dream, Creating Life。